Yo， 继续系科技岛 Put Game， 今日我哋玩一隻手机 game 嘅，都唔算新 game 或者唔算旧 game 嘅，咁啊都出咗牌噶啦。咁啊，咁冇错啦。咁呢个《倚天屠龙记》咧，都系一个香港金融小说系嘛嘅三部曲其中一个部曲啦。咁啊，呢个张无忌啦，系嘛主角。咁我就玩到34呢啦。咁其实咧，34呢咧话难唔难，话易唔易，其实好易升嘅啫。即系我系玩咗半日就升到34呢噶啦。咁冇错啦。咁34呢有啲咩咁过瘾咧？34呢就开始咧可以入呢、這个帮派啊，打下嗰啲团战啊，或者系同人哋 PK 嘅。咁我就咧做呢个峨眉派咧，我知好多人咧玩呢、這个《倚天屠龙记》咧，都应该会做呢、這个武当啊，系嘛，或者系做呢个少林嘅少林功夫神好好嘢系嘛。但系我谂住做這個呢个咧四大门派其中一个嘅峨眉派，峨眉派咧咁佢系女角为主嘅，咁系啦，见到我叫波儿，波儿啊，唔系嗰个波儿 ，OK。咁啊，系啦，咁波儿咧，其实咧，唔系波儿。咁峨眉派咧有啲咩好处咧？峨眉派咧，其实咧呢个队伍入边咧系作为一个似奶妈啊补血嘅存在嘅。咁啊，佢虽然咧攻击力比较低输出咁，但系咧佢亦都有例如有范围技啦。OK， 呢一招啦，系啦，系啊。我谂打怪声咧比较好用嘅，或者系团战嘅时候一窝过咧就几好用嘅。然后咧呢招第三招啊，我就开翻个招武学先，系啦。咁其实今集咧我拍咧都系讲下我玩成点样啦，同埋我啊建议大家咧如果玩峨眉派咧应该点样玩嘅，因为比较少人玩峨眉派，系咧，我都比较想多啲人去增加翻啲峨眉派嘅色彩系嘛，多啲人入嚟峨眉派一齐做女，一齐做女，做女。好啦，咁峨眉派咧，其实咧有咗好多招数咧，有一啲咧其实 PK 几好用嘅，即系例如咧四下呢先有嘅一个踏雪无痕啦，咁但系我未到啦，咁我就唔仲得住啦。咁呢招技咧就可以解到呢个自身异常嘅状态啦，例如自身有霸体啦，真系好差唔多无敌咁四秒啦，又可以增加移速啦，基本上喺呢个队伍入边咧系几好嘅一个 support 嚟嘅，即系如果你用 LL 術語嘅話，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support。呢個《倚天屠龍記》嘅玩法咧，即係如果未玩過嘅話咧，佢係好多招技俾你學咧，學完你之後自己去套路咯，即係自己去配搭任何嘅四招，係啊，帶上四招，任何嘅四招，係啊，然後去究竟去打怪好用啊，定係去 PK 好用噶？咁如果你大家話想用呢個峨眉派 PK 咧，同人哋戰鬥嘅時候咧，暫時唔加入住啦，都可以加入嘅。OK， 好啦，加入咗啦，哇，個個卅幾咧，突然間有人邀我，好。咁我都快啦，小哥啦，喺开波，即系其实呢个 game 咧系可以组队一齐打副本嘅 ，OK， 系唔错嘅，系全部都系玩家，线上玩家，即时嘅玩家，有两个峨眉派，有同党我哋，好啦，咁我咧点解打呢四招技咧？咁其实两招技系用嚟 PK， 两招技系用嚟打组队升呢嘅，咁你见到啦呢一招群攻技系嘛，叫咩名咧？招技，总之呢一招啦，群攻技系嘛。应该其实系咁转下转下噶，咁我开翻个自己有先，好啦，咁然后呢一招技咧就系一嘢冲埋劈上去再劈落嚟，咁其实呢一个咧都系第一招同你 P K 嘅时候可以用先嘅一招技能啦，系啊，冲前再向下劈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咁啱啱我咁讲嗰招技咧，呢招群攻技就要花飞满袖啦，咁呢招技咧就打怪嗰时用嘅 ，PK 咧就比较少用，咁大家可以升可以唔升嘅。咁然后第二招技个连步摇月咧就系一嘢冲埋去控制嘅招式单体嘅，咁通常咧同人 PK 嘅时候第一招咧用呢一招咧比较好，因为咧极速咁冲过埋去啦，一嘢打起佢再劈落去下边，系啦，咁见到敌人好快就俾人秒杀啦，我未出到所有技，我未隔所有技。系啦，然后咁如果团队咧 PK 或者打副本咧，都最好一定要带呢招补血嘅第三招。咁呢招技咧就系叫做扫女啊，扫女，大家谂起咩？扫女，总之扫女 ，OK， 扫女摇镰系啦，扫女摇镰，咁就可以帮队友回复大量嘅血啦。咁当然越高咧，亦都回到更加多血啦吓。大家去试下啦，回血，暂时我就系回到300几啦。咁但系咧，如果打PK 战团队战嘅时候咧，你300、300、300、400条就成千几噶啦，千几其实都好多噶啦。好啦，咁同埋最尾呢招技系咩技咧？即系云技，呢招我觉得系必学嘅。呢招系啦，你 PK 嘅话咧，或者系团战一定要学呢招云技吓，即系控场。招云技咧就系叫做呢招啦，飘雪穿云啊，冇错。咁我就我升爆佢啦。咁啊，暂时几叻，升到几叻咁啊，暂时我都算。啲钱都比较容易赚一开头系啦，咁所以其实都冇咁需要悭晒所有钱嘅，
咁啊冲啊一嘢劈上去啦，再嚟一招云技啦，系啦，然后再嚟一招旋转，因为暂时我得招旋转嘅 ，OK， 系到四廿呢嘅时候，我学咗个招啊，四廿呢嘅大技系嘛呢招。搭雪武系嘅话咧，我就用佢啦，系嘛，即系可以叫做系金身啦吓。咁、有咩事人哋咧出啲咩嘅技能俾你咧，你都可以用金身挡一挡，咁啊冇咁容易死啊。好啦，咁快连一齐通关。咁啊，你见到一个箭嘴向上，基本上咧都系强过你而家啲装备。我好多装备其实都未升嘅，系因为谂住等啲超级神装先一次过升爆佢。我又嚟一关，听嚟佢哋应该系拆紧呢个副本吓，我觉得系啦吓。咁啊，我谂啊，你一离开，打埋呢关先，打埋呢关我就出去试下呢个竞技 P K 俾大家睇。咁佢咧去到咁上下啦吓，即系呢个卅零呢啦吓，卅四又唔记得，好似卅四咧都可以学到呢招以罗六变系嘛，以罗六变系啦。咁呢招咧系大技嚟噶，必杀技嚟噶。咁你见到咧呢招咧，突然之间草狗咧先会出到嘅，系啦，等大家试下先。有冇多啲怪？因为佢系一个群体嘅攻击啦吓，咁所以等多啲怪先。好啦，差唔多啦，暂时有几多少怪啦 ？OK， 咁我科大技啊，以罗六变，哇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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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扣多噶啦，系啦，算扣多噶啦，因为我暂时冇点升啊嘛吓。咁个大技咧就唔系吓可以狂出嘅，佢隔好耐先可以出到一次嘅。系可以叫人哋坐阵嘅，咁嗰啲就叫做系系咪叫随从啊？系啦，你帮拖嘅，可以 call 佢落嚟帮拖。好，搞掂。好啦，哇，我满咗啊，大佬，打咗纸装出嚟、啊。哎呀，但系我背包满咗啊。咁嗰啲冇用嘅装备咧，基本上咧你就可以直接有用嗰啲梗系着咗佢啦，换咗佢啦。咁冇用嗰啲，基本上咧你就可以直接将佢熔炼啊，用晒佢。咁佢其实有呢个骑食啦吓，如果大家有玩过就知噶啦。咁你玩过咧，见到有骑马嘅可以跑得快啲嘅，极快升咧，基本上接晒所有任务咧就系斋揿咧，已经有轻功咧帮你直接行过去啦。哇，仲要飞到擘大个脚飞出去。咁咧，因为呢一个咧就之前啱啱讲过啦，系嘛，金融小说其中一个英雄嘅，咁呢只 game 亦都系金融嘅正版授权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嗰啲招式咧，或者系嗰啲内容咧，全部都系直接跟翻呢个金融嘅烟同镜嘅。咁右上角呢度咧，揿一揿呢个箭嘴就会弹出呢个叫演武场啦，系嘛？咁演武场入边咧就系同你较量 P K 嘅地方。暂时我得个萬三。哇，系一嚟我系未升好晒我啲装备啊，不过唔紧要，我都可以挑一啲比较低少少智力嘅人噶。我哋萬三，不如就挑个萬二试下先啦。OK， 就挑你啦。哇，系。唔知够唔够抽呢，好似好屈机咁样喎佢。好啦，你啦。嗱 ,PK 啦。你 PK 嘅时候可以带两个人落去打㗎，当然。好啦，出晒你。两个打一个。好啦，连技先劈佢上嚟，然后再晕佢。係啦。然后我再讲。嗱呢招技先补一补血先。嗱完全我啲血冇够喎，咁就係呢个时候我就嘩呢个狂踢唔紧要。我哋可以闪一闪。因为我哋咧其实可以闪走嘅，我哋系远攻嘅。相比之下，其实我哋可以一边带住嚟打。哇，喺咁搞咗佢啦！你每打完一个新嘅敌人咧，基本上咧，你可以提高你嘅排名啦。而家暂时我2000几排名，因为暂时我唔够高咧 ，unlock 更加多嘅技能啦。咁所以其实我暂时得个五招技，咁我就当然 PK 人唔会用呢一招花飞满走啦，咁我就用呢一招飞仙凌风嘅。啦，咁而家咧我就呢个萬三嘅战斗力啦，我可以再挑多次嘅。系、哎、啊，我又换咗招技啊嘛。咁今次我哋挑萬六啦吓，佢萬六战斗力啊，会证明大家睇萬六战斗力都屈晒机可以，即系就算系唔够战斗力都可以屈佢机。咁我一开头梗系先坐咗两条出嚟先啦。好啦，第一招技啊，一嘢劈佢上去就劈翻落嚟，然后再晕佢，然后再出呢一招。呢招技咧就系连三次嘅，系啊，然后狂劈。劈到咁上下走啦，我觉得应该要，因为佢会出嗰啲云技啦，开始走佬啦。啊，边条时就打翻佢落嚟啦，系啦，可以补血先，然后再搵一晕佢，搵一晕佢，系啦，再打，晕咗就够啦，晕咗佢就可以走佬啦，走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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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哇哇哇，好惊，好惊，好惊，有啲惊惊猪啊，补补血先，好啦，再一嘢打佢落嚟，再晕佢技。
云举技啊！好，连三招，大技出到啦！去伊罗六变，死啊你走斗，啪！死啊！搞掂 ，yes。当你每一次提高排名打赢一啲更加强嘅人咧，基本上咧 EXP 都会有啦，同埋一啲金币啦，同埋呢个吓个令啊嘛，有令牌俾你啊。暂时挑咁多先啊，因为我都再挑上去都四廿几呢个呢啲，真系唔够抽，要再升下级先可以玩下去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玩咧，咁记得可以加我啦，系嘛，咁我就叫波儿啦，系嘛，波儿啊，波儿系咪好记，好易记啊？峨眉派女子组，咁啊，我哋下一集再见啦 ，OK， 波士达波士记，拜拜。